发生于上午8:25，在信义路与松仁路口，那公车右转弯时，未注意到直行的脚踏车，因而发生碰撞，那造成脚踏车骑士则受伤，那警方立刻到场将伤者送医，并在现场做后续的交通车流疏导。警方提醒那个大型车，因为行驶中会产生视觉的死角，驾驶在看到大型车转弯时，应进行避让，以维护自身的安全。